魔法侦探女孩夏天角色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就是魔法界的推理能手大侦探夏天。我和小林为了完成阻止黑暗家族的任务，一起来到了人类世界的偶像学院。在和黑暗家族对抗的过程，我们也经历了各种困难和磨练，比如说可怕的史莱姆怪兽三只眼。幸好我们在这里遇见了新的魔法战士若拉，才解决了这些困难。当然呢，战胜这些困难的最关键人物还是我夏天了，嘿嘿，因为我是魔法大侦探，不仅要完成偶像学院的各种任务，还有社团活动，也要和黑暗家族进行战斗，真是太累了。但是这次我们又接到了新任务，我们要帮助小林寻找传说中的七个旋律精灵。到底我们能不能完成这个难度系数极高的任务呢？大家一定要给我们勇气呀！小林魔法世界三，传说中的旋律精灵。